凌利标佢走咗上嚟啊，买边系保黎生辉啊，第三位中间就进优自在啦，内栏第四红衫嗰只咧就胜利才子啊，响外边咧。咁啊，浅蓝衫一路望空，大千世界嚟噶。第六位咁啊，有骆家福北嘅三搭啊，内栏六三红眼罩咧，咁啊响内栏又上啲咯，一铺中横啊。后啲咁啊，黑衫嘅焦点啦，拱出去嘅马咧有一对明骏福星大外档红眼罩系才俊嚟噶。好啦，最后二百零米啦，咁啊保丽生辉占先咗嘅，中间有胜利才子啊，咁啊见到外边追骆家福啊，入边咧咁啊仲有一铺中横啊，大外档系才俊嚟噶，最后百零米啦，透出嘅马仍然系保丽生辉啊，中间骆家福上紧外边仲有。才俊啊，接近终点啦！中间骆家福上嚟赢出呢场赛事，跑第二名嘅马咧，咁啊有外边位置才俊，入边保丽生辉接近嘅第四名系一铺中横啊！